哇，我被这个恶心死了呢！没有这个 A 键，我真不会玩游戏，你懂吗？你就刚刚那个个人习惯，我是按 A 走的，但是自动去 A 对面的人了，差点把我给害死。没这个 A 键，我真不会玩游戏。我操！恶心到我了，说实话。 真的是，把我恶心的不要不要了。我这几分钟啥事都没干。他在偷啊！能舔晕他吗？哎呀，这个运气真恶心。 我你妈呀！我操呀！真他妈恶心到我了，操你妈！真恶心，这逼号真把我恶心到了，这号，我想挂机了，真的，我真想挂机了，我真想挂机。这逼样，这对面还一级，还要来恶心我野怪，我操！ 死啊，李奶奶！哎，我红又被偷了，我红肯定被偷了。这边这个男的很贱啊，很喜欢偷野怪。 哇，等级低的一瓶呢。
二啊！哇，给他吃炮，他都吃不到。 哇，我才是被恶心的那一个呀，兄弟！他那个 A 线给我搞得不会玩游戏了，你知道吧？ 还有机会谁？这边这把有点偏菜刀。我操，这没 Q 到。 哇，伤害好高啊！这什么逼样的伤害啊！打我1000点血！哇，我直接痛苦的一劈。 Nice. 这把才刷60个呀，好低呀！再刷一组。香菜，你这个逼真恶心啊！你不在我直播间开公屏，你在谁直播间开的公屏？哇，你这个人！ 点他。
好点数。怎么是没学大招吗？我都抓他两波了，他都没大吗？吃，哇，他还会穿墙。我知道你很气，但是你别急。可以。这些人他不了解死亡之舞，你懂吗？干得漂亮，酷！收了。哇，说句实话，我这把都想让浩子加钱了。这把前期，这把前期真的快把我精神指望崩溃了，得加钱啊，得加钱。哇，前期我真的心态快烂掉了，你懂吗？而且我没开空调，你知道吧？就浑身就很热很燥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急的就出汗了。就刚刚那一下，我的裤子还有我的背后全湿了。真不骗你，前期喊的那一下，我直接湿了。这赛恩话怎么这么多啊，赛恩？
我他妈失误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刚才就贱，我就是要省大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是要省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省大，反正我就是想省大，我这不，哇，真恶心啊！我直接搭着他死了。我刚才一脚克烈踹他就死了，你知道？但是我就是要省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这不以为我能把对面伤害全吃完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这不想用大招，我想多打一会儿。我这不贱了，我早点大招杀完了。来来来，打架打架打架！刚刚那个人头给男刀了，有点伤啊。Nice，他没上马，可以，干得漂亮！他没闪现，哇，他这个匕首怎么这么尖？不会吧，兄弟们，不是吧？集合进攻主宰，猥琐发育别浪。坏了，我死了！哇，对面辅助伤害好高啊，兄弟！我这不犯病了，我的。哇，他这个反手往回跑好秀啊！说实话，对面辅助没闪现呀。
坏了，卡到着急了。打团呀！又来！一副墙，哇，他要走过来，我就把他做了。这波春哥不掉就好，这斯拉斯太贱了。哎，不对，对面辅助没上线。吃啊！
Oh.